你好嗯，大家好。那么这个星期我们又见面了。那么本周呢，将给大家带来同样，嗯，带来两个语法。那么第一个语法呢，就是，嗯，オダハミョン，オダハミョン。那么这个语法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有一些陌生，但是其实也不是哈、啊，也不完全是。那我们看一下ミョ、哦、以前有讲过ミョ、哦、对，表示哎条件，嗯，什么什么样的话，怎么怎么样。那么这个。 语法 o 大哈 d 呢？其实，哎，和我们 h 欧 m 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。那么，同样也是表示一种条件。那么，我们看一下，嗯，两个例子：说弟弟只要一出去啊，一去外面就总是很晚才回家。那么，第二个，我只要一坐上公交车，肯定会睡觉。那么，同样也是前面应该是给你给出了你什么条件？那只要一出去，一去外面，只要一坐上公交车，那么后面什么？ 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哎结果，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？那我们看一下オダ、哦、哈米ャ，哎，具体是怎么样来使用的呢？好，看一下オダ、哦、哈米ャ说，表示一开始一旦开始某个动作的话啊，表示一旦开始某个动作的话，一定会出现后面的结果。那么这里边オダ、哦、哈米ャ啊，刚刚也说了，表示オミャ，其实看到ミャオミャ的话，它就一定是表示什么呀？ 哎，表示一种条件性的。那么一旦开始某一个动作的话，那么一定会出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么相当于汉语的，哎，只要哎怎么怎么样的话，或只要一干嘛干嘛，哎，一定会怎么怎么样，哎，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们看一下，オダハミ呢，是接在动词词干的后面。那么首先拿嘎达，我们说哎出去的意思。モクダ哦吃的意思。西萨卡达，哎开始。プルダネ。 哎，说呀，唱呀，叫呀，这一类的。那我们看拉嘎达，拉嘎达哈秒哦。一旦什么出去的话，莫达啊，莫、哎、嗯，一旦吃上的话，西萨开达哎，一旦开始的话，哎，普日、啊、哎，一旦哎开始唱的话，那么一旦开始哎叫的话，喊的话，那么要给呢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普罗哈达普日达哎，在接续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哈。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是在接续上。那么同样，我们也是哎、啊，先看一些相关性的单词。那么首先，哎，concert，呃，concert，这个大家应该是也不太陌生了，是吧？演唱会，concert。如果对哎，我们说对于那个 I 韩国的 o 豆比较感兴趣的话，那 concert 你应该哎经常会听到哎，演唱会这样的意思。那么没进，哎，卖光，卖完，卖进。 那么我们说 Big Bang 呐、啊，哎，或者是 XO 啊，他们的演唱会，哎，콘서 s 는，哎，표를사면，嗯，표를사려면，对，보통은오래기고해요，哎，通常会，哎，很难才能买到。那么这个时候通常会怎么样？哎，你已经想去买的时候，매진되었已经什么，卖光了啊，卖完了。来，下一个，줄을서다，啊，줄을서다는，是、啊、排队的意思，排队。那么 下一个 hot dog，嗯，hot dog 呢，就是、啊、热狗，嗯，热狗，我们说，哎，热狗 hot dog，哎，巴西造呀，哎，很好吃的这个热狗，哎，偶、呃、尔，偶、呃、尔、呃、呢，它是这里边是一个副词，偶、呃、尔呢，我们不常见哈、啊，不常见。那么肯定、必然、必定，怎么怎么样？哎陪 a t a l i n 啊陪 a t a l i n d 这是、啊、坏肚子、闹肚子，啊，坏肚子、闹肚子。好，那么先跟老师哎、啊、一起读一下空收词，空收词。 그 다음에는 매진, 매진, 그 다음에는 줄을 썼다, 줄을 썼다, 네그 다음에는 핫도그, 응, 핫도그, 그 다음에는 으레, 으레, 그 다음에는 배탈이 나다 배탈이 나다 배탈이 났다, 배이 났다, 훨더두즈훨 더워서, 훨 더워서, 훨더워 그럼 한번 서훨더워이훨 더워서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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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는 공부를시작했다하면꼭잠이와요。这个应该是大家经常会发生的现象哈。那么说，从那恐怖的시작 a 다하면，哎，꼭，嗯，잠이와요。那么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我什么呀？一旦什么开始学习，我一旦开始学习，我就怎么样？哎，一定会来觉、哎，一定会什么想睡觉。那么看一下，哎，中文的解释，哎，我只要一开始学习，就一定会怎么样？会困啊，一定会困。那么这个，哎，我们。 经常会哎发生这样的现象。下一个说民宿呢，민수는게임을했다하면몇시간씩 h 요。和민수는게임을했다하면哎，꼭哎，몇시 hell。那么说民，民宿哈，民宿民宿呢，什么一旦开始什么打游戏，那么打游戏的话就肯定怎么样，停不下来了，是吧哈？就一定会什么呀，打几个小时以上，或者是几个小时以上的打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们看一下。 意思说，民宿只要一打上游戏的话，就几个小时的打。嗯，那么这个男同学应该是很有经验，是吧？只要我什么呀，哎，打上游戏我就怎么样，停不了了。嗯，那么民宿呢，ゲームを打ったあ面秒時間してから、哈，秒时间してから、来 、네 ，继续하겠습니다。好，え、旅行を去っ啊有，嗯，那么这个老师有经历过，以前带学生出去玩的时候，只要约好，哎。 周六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哎，这个周六是吧？一定下雨。那个学生，那个时候学生就说：“老师，你是天气预报吧？哈。”那个时候，有天跟人卡打哈么皮嘎瓦哟。哎，只要什么呀？一旦哎，我就什么呀？只要去旅游，只要什么呀？出去玩就一定会怎么样？就下雨。来，读本子，看一下第二个。说，동생은우산을가지고나갔다하면꼭잃어버려요。嗯，那么，동생은우산을가지고나갔다하면 弟弟什么呀？一旦什么带着雨伞出去的话啊，一旦带着雨伞出去的话，go 一了百撩哎，一定会怎么样丢？那么这个，你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情况。很多时候我们什么带着东西出去了，但是什么呀，可能就什么忘在哪里，经常忘在哪里。那么这样的现象，哎，就是弟弟只要带着雨伞出去，就一定会怎么样弄丢？哎，go 哎一了百撩哟。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来说苏英。 연습을 했다 하면 항상 세시간 정도 해요. 어, 정도 나와죠, 정도. 네, 정도는 우리 예전에는 배웠죠? 어, 몇에서마, 이 정도 정무영 연습을 했다 하면 i w 야에什什용에용 연습을 하와, 항상 3시간 정도 해요. 아통 어떻게 야 에, 要什연습 3개월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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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개 3개월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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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3개월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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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개월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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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，哎，也会发生什么呀？这样的现象。那么什么呢？哎，每次考完出来之后，哎，考的怎么样？有些人会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我这次考的挺好的。但是呢，每次哎都是你觉得好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什么？会错那么一个题、两个题。那么这个也是西和末日帕达咩哎，我只要什么呀？一旦我哎考试的话，哎，只要一考试就一定会什么呀？错一个题。看文在西，这就呃一定会错一个。这是啊。 哎，句子分析，哎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句子分析的话，同样，哎，都是前面怎么样，哎，给你这样的一个例子，那么，啊，给你这样的一个条件，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条件，后面一定会怎么样，发生什么样的哎结果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接接着通过几个长例子分析，哎，再来巩固一下这个语法。好，接着往下看，哎说可卡 k a s u n concert 을했다 c o n t 嗯，什么意思啊？ 演唱会的意思, 네, 그 가수는 콘서트를 했다 하면 언제나 표가 매진이 돼요. 응, 표가 매진이 된, 매진이 되다도 나왔어요. 네, 매진이 되다면 에이, 什야 어, 매광了매完了 나,什么意思야? 저 가수는 콘서트를 했다 하면, 에이, 说这个歌手什么야? 에이, 일단开什么, 연창会的话 언제나, 어, 언제나, 总是,总是, 에이, 표가 매진이 됐다 아이, 저 이딘후에 쎔이야 아이, 표이딘후 매광 이딴게 이쓰 전가 그쇼 주요 이카이 연장후에 표 이딘후에 매광 아이, 표 이딘후에 매광 이딴게 그 가수는 콘서트를 했다하면 네 언제나 표가 매진이 돼요 아이, 그런 뜻이에요 자 지금 샤이 칸 샤이 쥐